叫做 International School Singapore， 对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我要问 Donna 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我想问你，你那个时候最大的感觉怎么样？艺人柯受良个仔柯有伦呢一日就喺香港举行婚宴。话时话 ，Alan， 你中意你老婆啲乜嘢啊？她是一个我在我的生命里面看过最善良的女孩子。然后这是第一个嘛，然后第二个是，有一个人真的可以进入到我的世界，我的心里面，把我的心给安定下来。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比较变态，我喜欢学妹妹。第一个，我们祝愿他们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永结同心。OK， 努力做人。